赚不够的钱，拼搏的汗水换来高官的发际线，太多的酸甜苦辣我大腹便便，距离梦想的彼岸到底有多远，干不完的工作赚不够的钱，难得假日还要悲催的加班加点。现在车间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也就预示着未来技术工种将会成为香饽饽。工业大国不需要以劳力为主的工人，但需要有技术有实践的